一早起来，朋友给送了四个凳子，他家不需要了，这坏了。I can fix that one. Michael 得给我修理，他说。But I think we could, yeah, we can cover all this and I can shine them up a little bit. And after that, they probably want the chairs back. We'll see. 这俩一会儿我也给他翻新了，这个他去喷漆去。他喷他的，我砸这个折一下子双层，两边的边都露开，这样式的，一下脚俩。看着没？我敢下剪子，我脚，我就两个对上了，对上以后，这个就脚呗，不敢下剪子，剪完待会儿就砸了，快。四个垫儿，面子快，对折下来俩了，中间绞下来一条，再绞俩。先砸了一个试试，挺好的。继续砸，你看我这有个机器，啥都有，自己就是绞吧绞吧就砸了，这样呢省钱嘞。都张嘴了，都坏啥样？那不会砸的，这不就是白扔了吗？实际这个垫儿码还挺贵的呢。你这么一套一弄，就跟新的一样，省了多少钱？这个布7块钱一米，三米做俩，3021，这不就得20块钱做俩吗？20块钱一套两个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买这一个垫儿，好像是便宜点20多，正常价都是40多块钱一个呀。这两个就得花不少钱，80-100呀，坏了就是不会弄的，那就可惜了。所以有这个机器就省很多事儿啊。反正也是砸一回，我看这两个要不行了，我也给它翻新上了。实际后边那院子那都是以前我翻新的啊，我一会儿的功夫给这俩就翻新出来了，跟新的一样啊。我后边那是2年前翻新的，那个先暂时这样，反正没破就行，色儿是少色了，但这俩跟它一致了，这俩也给换了，裁上瘾了，都给它整成一样的。这两个包好了，这对原来是黑的，这样的面坏了，面坏了就不要了，给它换了，我就换成这样的了，这个圆的了，完了是买的这个买的面，往上一套。还一样，第四个我也砸好了，就等 Michael 喷漆喷完就忘了。偷摸搁这看着，人家喷上了，真喷的红的。Where are you？ 这色儿真好看，拿到外边晾一晾，天儿也好。咱俩弄完了，你看人家非要喝杯酒庆祝一下啊 ，Cheers 呗。You happy? Yeah. 刚才一天照的脏兮兮，洗个澡。Yeah, we done. We all day. 我砸店，他喷漆，搞。Cheers. 非要出院里喝杯酒。Yep, 来。哎呀，我俩忙了一天，我就砸店，他就喷好了，搁院里喝杯酒。自己亲手动手做的还是开心啊，享受啊。That's right. 哎呀，风大，今天有点，外边也晒。他就忙着喷，我就忙着砸。终于搞定了，挺漂亮的。这不就省了多少钱？颜色也亮，喜欢。